可以看见了，40天左右。哎，你躺好了。大夫，我想看看，可以吗？你是第一次怀孕，你坐好了。你看这儿。 董晓涵在吗？哦，他请病假了。喂。 嫂子，你今天这么早回来？啊，我有点不舒服。 不舒服，不烧啊？接电话去吧。哦。喂，喂，说话呀！神经病。小萌，谁呀？不知道，没人说话。最近。 家里常有这种电话吗？那倒没有。哦，刚才有一个。嫂子，你进屋歇会儿吧，中午我来做饭。 小韩，没想到是我吧？你在家呢？怎么没上班啊？不舒服啊？小韩，我没怎么。我知道，你想我了。我也特想你。哎，给你个惊喜，我提前回去了，大后天机票刚刚拿到，大后天就到家了。你高兴吗？高兴，当然高兴。
可是你为什么会提前回来呢？旅游我不去了，没你再好的地方也没劲，你说呢小韩？小韩，你在听吗？小韩。嗯，我在听。你再等我三天，三天后咱们就见面了，好吗？小韩。好，我等你。陈峰，有日子没见了，苏静可没跟我在一块儿。我能跟你聊聊吗？让我猜猜你想聊什么。不用猜了，猜对了。我刚才去了图书馆，说他身体不舒服，请假了。其实也没什么，你可能也知道，我不太方便跟他打电话。他还好吗？我能这么认为吗？你爱上他了？他结婚了，你知道。该知道这个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我也没什么能帮你的，这样吧。有什么你该知道的，我告诉你。谢谢。小玉。嗯。小韩跟她丈夫的关系正常？什么是正常？什么是不正常？以你的标准。看起来很正常。哎，你为什么这么问？啊，没什么。小韩，啊，你的电话。哦，怎么不舒服？没有吧。小雨的电话，你快接吧。哎，听说你病了。嗯，有点不舒服。不碍事儿。乔玉，明天中午咱们见个面吧。领导开会，讲个没完没了的，你等急了吧？怎么了？欢欢呗，开始掉毛了，掉得还挺厉害，都不敢抱他了。谢谢。哎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第一件事儿，方凯要提前回来。好消息啊，恩爱夫妻终于要团聚了。第二件事儿，我怀孕了。不用我问是谁的吧？果然是那天在山上，怪不得陈峰问我那些话，拐弯抹角，欲言又止。他问你什么？就问我，你跟方凯的关系正常吗？你怎么说的？我说，看上去很正常，让他自己琢磨去吧。乔宇，方凯的事不能告诉他。为什么？你们这样的婚姻本来就不该将就，这样对方凯不公平。你年纪不大，观念还挺老。我说了，不行。那你想想看，你到底该怎么办？你怀过孕吗？没有。有我能不告诉你啊？你知道女人什么时候最像女人？怀孕当妈妈的时候呗。有感受啊？说说。刚开始知道的时候，我吓坏了。后来医生确认，我心里反而踏实了。再想想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。幸福感？我看见他了。谁呀？那个孩子，在仪器上。嗨，那也不能算是孩子，那也就算。算一团细胞。这两天我总在想，有一个小生命在我身体里边发芽，一点一点的长大，让我觉得我是个完整的女人。一个完整的女人。说，打算把孩子留下来。你可想清楚了，这可不关是孩子的事儿。你的老公是方凯，你肚子里的那团细胞是陈峰的。你要想要孩子，就得跟方凯离婚。你爱方凯吗？你爱陈峰吗？陈峰爱你吗？是我丈夫，可是你要想做个完整的女人，跟他没戏。这倒是个机会，可以脱离苦海。我已经背叛方凯了，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那就别废话了，医院我有熟人，随时给你安排。可这事儿你一定得告诉陈峰，你不能一个人扛着，这事儿跟他有关系。你千万别告诉他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他知道了会更麻烦的。你也别跟苏静说。主任，我下午想请个假。好吧，小韩。不过最近假请的可有点多哟，身体要是不舒服，尽快的调养，别误了工作啊。小韩，电话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喂，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，
到底怎么着？这两天就得解决了，我一个电话就能给你安排了。别在这说呀。怎么着？真的不想做了？也行，养着。等他回来，跟他摊牌。陈峰，废话别说，告诉你一事儿。董小涵怀孕了，你的。电话。不知道，没人说话。又没人说话，今天都来了好几个叫声了，就这么无聊。你怎么了？啊？我没怎么。那我先回房间了。小萌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出去一下啊。你发什么愣啊？刚才是你嫂子回来吗？是，又出去了。如果我没有结婚，你会娶我吗？就算会吧，我们会天天在一起吗？会。每天早上一起醒过来，
是。你会爱吃我做的早饭吗？会。每天你会送我去上班，虽然你很不乐意。不乐意。晚上你再来接我，吃我做的晚饭。有时候你也会做。然后我们挤在一起看电视，我会先睡着，这样过了一年你都没有烦，我们会这样一天一天过下去，会永远相爱。你相信这些吗？相信，因为没有机会验证。可能造成不良后果，会给今后的生育带来负面影响。当然，这些可能性很小。手术理论上存在风险，你仔细看看这个，没问题就签字。怎么又是一个人呢？大小也是手术，也太不当回事了。孩子父亲呢？他在国外。那这样吧，最好留个电话，有备无患。
嫂子打个电话，问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吃饭。明天你哥回来，也得准备准备怎么去接呀。打了，关机。大出血。喂，我是医院。你是董小孩家属啊？对，我是。他怎么样了？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失血过多还要观察。他醒了吗？快了。哎，孩子拿掉了。没问题了，去病房休息，过一会儿能喝点姜汤什么的，给他准备点有营养的，他现在身体很虚。要不再打个电话？这么晚了没个消息，你不着急？明儿还接你哥呢。爸，你别惦记了，嫂子那么大人，她能出什么事儿？苗哥回来，好歹还有我呢。这叫什么话？就知道你自己逞强，我巴巴的跟着你后边要给你安排，你不领情。你看看你现在把自己弄成什么样了，你现在身体太虚弱了，我得找点时间回去给你炖点鸡汤补补。不用了，已经很麻烦你了。陈峰，我电话都被他打爆了，没给你汇报就没敢接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一个人真的照顾不了。咱们告诉他，他应当应分的来照顾你。我去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来陪你，我也好有时间回去煲点鸡汤给你喝。陈峰，我是乔玉。在医院呢。嗯，好，我们一会儿见。再见。我给陈峰打电话了，他一会儿就来，他都快急死。叫妇产科在哪？干嘛？妇产科。哎呀，在哪？你告诉我。哎、你干嘛？对不起。孩子没了。能这么静静的待着，挺好的。只要你想。
可以随时过来陪你。陈峰，方凯明天回来了，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，你能答应我？小韩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一夜没回来，干什么去了？怎么也不打个电话？爸一夜没睡好，你什么意思？小芒，怎么这么跟嫂子说话？我们赶快去机场吧，去接你哥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有什么事儿，回来再说，行吧？你倒没忘了今天哥回来。拿个东西，那我在楼下等你，快点啊！爸，我先下去了啊。哎，小萌，快点，有话好好说，别跟你嫂子掉脸子。你哥回来了，别惹他不高兴，懂点事儿啊。小萌，昨天晚上我不听。
小萌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以后再说。你哥今天刚回来，别让他不开心，好吗？我去洗个脸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担心你。我没事的，你快走吧。你手术完了怎么会没事呢？我真的没事的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小凡，你别这样，放开，马上就要出来了。你快走吧，陈峰，你答应过我的，走啊，走啊你！我好不好跟你没关系。我走。对了，这医生给你开的药，一天一次。别忘了吃。哭了，啊！想哥我。高兴呢。嗯。越长越漂亮了啊。你终于回来了。让我看看，脸色不太好。没事好。萌萌，交男朋友没有啊？还不好意思呢。萌萌是大姑娘，我呀，一直觉得她还没长大。这是给您买的药，专治您的病。很贵吧？照我说，这钱花的没意思。我这病哪是说好就好的。爸，您就吃吧，这个是高科技产品，还是有疗效的。嗯，好。小韩，这是给你的化妆品，在国外是刚刚上市的。谢谢。萌萌，这可是你点名要的，我给你带回来了。谢谢哥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我跟你嫂子送你的生日礼物。打开看看啊。一会儿回屋拆吧。呵，还害羞了，真是女大十八变啊。哥。萌萌。